刚撒了，因为太久没见。我已经很久没有回提了，大概有3年的时间吧。反正今天回来之后，感觉这里的一切还是挺熟悉的。那我们现在去看一下我们的教练和我的队友还在不在。好的，美女，好的，你就我更年轻了，哎呦，我也越来越好了。